可惜他走了，再吃不到了。方总，你不用道歉，一人一次，扯平了。那今天只见你给石雨庆生，你们的爸爸呢？还活着，但跟没了没什么区别。怎么这么说啊？是不是我不该问啊？你可以问，但我不想说。 你不是刚吃过饭吗？胃口这么大。小的时候不想回家，我就买一个烤红薯，可以吃好久好久。师傅，拿一个烤红薯吧。好的。谢谢。谢谢啊。为什么不想回家？贪玩呗，小孩子谁都不想回家。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人吃一个烤红薯，不用跟别人分，说起来有好多年没吃过了。嗯，给你一半。你怎么这么快就饿了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女生有三个胃，一个吃饭的，一个吃零食的，还有一个喝奶茶的。嗯，你怎么不吃啊？ 你连蔬菜都不让我吃，我怎么吃这个呀？对，我忘了，那你给我吧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甜吗？ 喜欢上方之友了吧？不行不行，喜欢谁都行，但绝对不能是他。跟他在一起，万一不小心说了句谎话，肯定立马就分手。